小朋友，看唱了不？我不会看。你不会看呐、啊？嗯。你不会看，那叔叔告诉你了啊。嗯。这里是一斤啊。嗯。我收别人都是收八毛钱一斤的，叔叔看到你这么可爱，一斤叔叔就给你一块钱啊。嗯。哦，等一下，叔叔这里还有饼干。还有一包辣条，叔叔送给你的啊！叔叔看见你这么可爱，送给你吃的啊！好，回去吧啊！哎呦，幸好这里没有人路过啊！哎呦，这个车啊，电动车、电瓶车来的不？里面好像有五六个电瓶那种的不？哎呦，没想到啊，被我用一块钱跟一包辣条、一个饼干就骗过来了。这个车回去卖个二手的话，应该也能值个500块钱。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好看。哎，不管他，先装车先。姐姐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去哪里了？这个什么东西吃？这个辣条啊？去哪里来辣条？破烂拿给我的。破烂我给你的。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，知道没有？知道。拿着。哎，弟弟，你刚刚不是骑那个玩具车，跟在那边玩吗？你没骑回来吗？卖了。卖了？你那个玩具车卖了？卖给谁了？卖给破烂佬。嗯。破烂佬？哎呀，那个姐姐新买给你的那个600块钱呢，你卖给破烂佬？是在那边、村口那边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你卖了多少钱啊？有没有给钱你？有。多少钱？一块。一块钱啊！我丢卡妹，你哪个破烂佬？真的是一块钱啊，我看一下。还有个饼干，谁给你的？破烂佬给我的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我丢卡妹，那个破烂佬还真的是一块钱就把那个玩具车给骗走了，分明是骗小孩了，才一块钱。我丢卡面，还有一个饼干，还有这个辣条就把你骗走了，是不是那个破烂的？就是在刚刚在村口那个。嗯。走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走是吗？我丢卡面，我去找他算账去。老弟，你先回去先。我丢卡面，那个破烂了，真的是，分明是坑小孩呀，玩具车还那么新。就一块钱加一个饼干，还把辣条骗走了。丢卡面，我去找他算账先。还在村口那里应该。幸好没有人发现呢，赶紧去晒一层看一下有没有。应该就是这个破烂佬了吧？那个玩具车就是我老弟的。破烂佬，美女。哎呀，你啊，今天生意不错啊，还可以。哎，破烂，你是收破烂了吧？哦，对，收破烂了。真的是收破烂的。是啊。哎，那个破烂佬啊。怎么了？哎，其实我家有破烂卖啊。你家也有啊？你收吗？收，是破烂我都收。应该就是那些膏啊，好像是吧？要不你去我家看一下。你家在哪里？那边，我带你去。啊，走吧，走。来，你带路啊。啊，前面。哎呀，到了没有嘛，美女？这就是我家了。这里是你家的。是啊，你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哦，好吧，我把这个车拿下来。哎呦，你家路太难走了。哎，我家路就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我拿上去啊！快点啊！好，来前面。来，好。这里呀、啊。哦，这里呀、啊。是啊，这就是我家。哦，这里是你家啊？你有什么拿出来吧。哦、破烂佬啊！啊，我们家有那个水壶啊。水壶，收。那个水壶，我、哦、外面是胶的。它里面是那个铝的哦，同一按5毛钱一斤，5毛钱一斤，这么便宜我不卖。你说里面是铝的是不是？是啊，那个很值钱呢、哦。这样。是啊，那个水壶还很新呢、哦，我跟你讲。很新的。对啊，就是长了一点灰尘而已。这样。嗯。美女，你是不是单身的？我啊。我那个肯定是单身的啦，是不是？你是单身的。我是单身的呀。单身的话，加个微信，我给贵一点。什么？加个微信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你过去一点，什么？操你，那推我到下面去了，真的是。加什么？
加个微信，我给贵一点。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加微信给贵一点啊？对。加微信给多少？给十块。十块呀、啊？啊，对。加微信真的给十块？啊是啊，给十块，十块钱。十块钱。只要你是单身，加微信我就给十块。那加个微信能不能给那个五十块一斤？五十块啊？是啊，我那个茶桶那个水壶这么小而已。破烂了，五十就五十，要先加微信不？真的五十块钱啊？对，要先加了微信，我才能给五十不？破烂了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快点。十五号码，这就是我了。哎呦，小平平啊！对呀、啊。哎呦，真的是冒肉。你爸真的说给五十块一斤吗？可以，冒肉天。我拿出来给你、啊。冒肉天仙了啊！好，我等你啊。嘿，哎呦，这个美女。身材这么火辣，我的话都有口水了，简直是貌若天仙呐、啊！既然微信都加了，今晚我又想个办法了，把它泡到脚下。哎呦，这个美女真的是太火辣了，那个身材。破烂了啊！哎，美女，哎，你在这里说什么呀？没有。这个收不收啊？收收收。这个，收这个，这个水壶啊，很新的，你看它就是长了一点灰尘而已。没事没事。你刚才说里面是铝的，是不是？里面呢、啊啊？是啊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是是是吧？里面是铝的。我称一下先啊。好啊。怎么了？这边太重了，你这水壶又换这边了。啊、哦，这样啊。哎呦！哎呦干嘛呀？差点砸到我的脚了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五十斤。五十斤，五十斤呢、啊？五十斤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这里明明是，哎，八十五斤好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你都把秤盒挪到这边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八十五斤啊！你这个秤断了，这准不准呢、啊？准的，量、啊、这叫良心秤。哦，八十五斤，刚才说三十五块钱一斤是吧？哦，三十五吗？是啊，不是五十五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你不是记比我还差吧？哎呀，我那个55块一斤，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你这个破烂佬怎么会开玩笑啊你？五八三十，3300块。是啊。哇，这个水壶这么值钱呢、啊？是啊，它有那个重量啊。哦，行吧。3300，我数钱给你先啊。可以。33，哇，破烂了，怎么这么多钱呢、啊？3300，你点一下啊！怎么这么多钱？哎呀，手破烂的，哎呀，多多少少都赚一点了。破烂了啊！哇，你这人这么好，那以后我有破烂我卖给你。是，你看微信都加了，以后有破烂你又微我叫我来收啊。OK， 那我先回去煮饭了。慢点，啊？怎么了？等一下先，过来先，过来先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你看，微信都加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。其实吧，我也是单身的。是单身的？啊，对。喂，你是单身的？我今年25岁。啊，你25岁？对呀、啊。你25岁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是也是单身吗？刚才你说是不是？我是单身啊，怎么了？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啊，做你女朋友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也单身，我也单身。做你女朋友啊？你，哎呀，这个破烂佬怎么这么含蓄嘛？看来看去的，还让我做他女朋友，哎呀，这人又坑又含蓄。考虑的怎么样？破烂佬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过来一点。你刚刚说你是单身的。我单身，今年25岁。25岁啊？对，专业收破烂，收了26年。说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是啊，你看得上我吗？你看，你看我们家这房子，哎呀，你不要说那种，其实我见到你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想流口水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人长得这么漂亮嘛，人家都看不上我。你看我们家住个房子，那个媒婆介绍给人家，人家都怕了。哎呀。你讲这种干嘛？是那些男的没有眼光，我跟你说啊。对呀、啊。是啊。
哎呀，我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哎。而且我收破烂很赚钱的，啊！而且我收破烂很赚钱的，赚钱的，对呀、啊，真的赚钱了，是，做我女朋友，做你女朋友啊，对，那个啊，破烂了，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讲啊，刚刚其实我看到你第一眼，我会觉得你很像那个韩国欧巴，真的、啊，而且你这身高都是猛男。你说到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跟你讲我最喜欢那个猛男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我就是你要找的那种啊。真的吗？那就说定了不？我刚刚看到你，人又长得帅，又是猛男，而且又卖破烂，又会赚钱呢、啊。那肯定的，那就说定了，做我女朋友了不？对呀、啊。我刚刚那不是表明我的心意了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个女朋友了。那我做你女朋友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？嗯啊，表示一下。哦，你看你赚那么多钱，我懂了。这小可爱真的是，我刚刚看到了，我没有让你那个包里面了。哎呀，初次见面，这么少，真的给我了？你真的答应做我女朋友不？那还有开玩笑的吗？哎、你不要老是看来看去，你怎么那么心急呀、啊？我都说了，看到你呀、啊，过去就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啊。我做梦啊，有时候都梦到能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朋友啊，是不是真的？这个真的给我了，全部给你，这里这么多都是你的，以后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哇，真的、啊，破烂佬啊、不是破烂佬，哎呀，怎么还叫破烂佬？亲爱的，啊、对的嘛。那，你先自己收拾一下，我先回去，真的要煮饭了。哎哎，怎么了？今晚约一下啊？今晚约一下。约会呀、啊！啊，对对对，你要约我？是啊，我们都是男女朋友关系的，约会很正常的，是不是？那个破烂了 啊，不是破烂了，亲爱的。啊，对了，今晚真的想约我？我是很诚意的，想约你。那你今晚，今晚我好像没有空呢。怎么没有空？我等一下要回去煮饭呢、啊，我爷爷还有我老弟要吃啊。叫你老弟煮就行了。今晚我们去县城，我请你吃烧烤。我老弟还这么小。没事的，等下我们帮他叫个外卖，叫人家送来。我想得很周到的。那问题是今晚那个，哎呀，路很黑呀、啊，我们村没有路灯啊，怎么办？我又没有车出去约会。我开车来到你家门口接你。虽然你们村这个路进不了小车，我在村口等你。你真的想约我、啊？我想约你，我有小车，我开小车来，你不用怕没有灯的。你真的还有小车啊？是啊，在家里面。哦、我看不出来哦。哇，很猛的。猛男。哎呀，那个，亲爱的，今晚你约我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没有高跟鞋穿。不是我，你看，穿这种平底鞋不好看。你看我只有这种平底鞋呀、啊。哎呀，那个平底鞋。马上就有。啊？什么？马上就有。什么呀？买高跟鞋。给我了呀。对。还有。嗯。买那个连衣裙的，这个。连衣裙。要穿连衣裙去约会才方便。哦。你有话呀。哦，是不是穿那个连衣裙？对。哦，那种吊带那种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那种啊。买口红的。口红？你看你那个口红的是地摊货来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9.99的。哎呀，那个买好的那种，去专卖店买，买丝袜的。啊？买丝袜？对。哦，那种。黑丝啊，对对对，我听说那种很诱人的哦。哎呀，你懂就行了吧。哎呀，破烂、啊、不是破烂了，亲爱的，还是你最懂我。记得今晚我在村口等你，7点。
啊，七点了。是啊。在村口等我。那你家里面这些路都开不了小车进来，是不是？哦、也是啊、哦。那今晚七点钟约啊。我在村口。你记得喂我哦。对，我在村口那里那个大树上面。OK。等你。记得我七点不？哎、啊，你今晚要打扮的那个帅点哦。你看这个破烂衣服都烂了，你看这么烂的衣服还能穿吗？真是。这是为了工作。穿的破烂才像收破烂的，懂不懂？哎呀，你看你这鞋子，穿这种黄金甲。我都说了，要穿的这个样子才像收破烂的。这样啊？对。晚见啊。好好，那拜拜。那我先装车了啊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好。我陪你过去啊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个美女。哎呀，什么美女？啊，亲爱的。这个我就挂在这里了。OK。我还要这个车了。你很会做生意啊，亲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先走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等你啊。OK。你拜拜。慢点吧，亲爱的。好好，知道了。哎呀。这个黑破烂了，真的是，这么含蓄的，瞄来瞄去的，我真的是，还说，加微信，叫我做他女朋友。想得美呀，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，那蛤蟆想着天鹅肉了吧？一看那个年纪都三四十岁了，还让我做他女朋友，想得美呀，真的是。最主要是坑我老弟呀，卖那个玩具车，新买的时候五六百块钱，一块钱加一个饼干，加一包辣条，就把他那个玩具车骗走了。幸好啊，老弟被骗那个钱。都被我要回来了，等一下要把他那个微信删掉，这么一喊说，瞄来瞄去，我丢他妈的！哎呦，他今晚来我家找我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要收拾东西去那个小婷的家住先，不然我就麻烦了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收拾东西先。